从海拔3158合欢山，再往整个合欢山系里面最高的就是五里，3275。哦，然后来看一下右边的植被，都是一些整个科育草比较平的部分，少部分还有一些冷杉跟铁杉的部分。那在整个下个月，这边都会下雪，都结冰，来这边车辆就要装雪链了。哦，这里面现在没雪啊？对，现在没有啊。全台湾最会下雪的地方就是现在我们正走的这条路，台四甲线的合欢步道32.5K 的部分啊。我台湾里头车就注意看，清一色五十路的车，哦，比较少雨通的哦。自助机啊，被刷得太厉害啊！车它去敲玻璃，哦。我们到了那个地方，除了三座山这样的盆地之外，大草原到处都有。它的大草原的分布也很多，但是值得我每次去啊，一定会非常留恋的有两个部分，就是广电的还有电视的录音。我还记得是在2年前，我还带了一个团体去。等下，上面是最冷的地方哦，啃着羊，新疆的烤全羊，真的是让你能够垂涎三尺，看着月圆的部分。新疆月亮真的又比较圆，因为它很空旷无际，在这个草原上面吃烤全羊，大啃吃肉，大啃喝酒，烤的羊肉非常非常肥滋的。那第二个我推荐的一个叫巴依布鲁克，巴依布鲁克那边的大草原是非常非常棒，甚至那边有一个目前在整个中国唯一的生态的保护区叫天鹅。非常原始，非常近，是唯一的大草原，它可以千里迢迢。哦，还有最上面啊，那就是到了那个地方，对，那个停车场就是五里，就是3200。对，3275。看见他们的忠贞爱情，你就可以提到。所以呢，到整个新疆的这两个大草原的地方，以我专业的旅游达人，我非常非常推荐。第一个就是那拉提大草原，第二个就是这个巴依布鲁克以及天鹅湖的部分。哇，这听起来感觉非常非常美，尤其对我们来讲，所谓的一望无际这样子一个形容词，可能一生当中很少有机会真的体验哦。那不过我想要去体验。